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零座游戏。因为研究新的剪辑软件，所以更新慢一点。今天是一期关于魔王的游戏视频。还是那句老话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在游戏中，魔王可以创造一定数量的传送门，并且可以在两个传送门之间穿梭。穿梭之后的传送门会成为已开启的传送门，逃生者可以封印已开启的传送门。同时，魔王还可以摁住右键蓄力，蓄力满之后单击左键，可以向前飞扑一段距离，可以击碎门板以及攻击逃生者。当蓄力满之后，可以侦测已开启的传送门周围的逃生者。魔王拥有这三项技能：左，恐惧使者，当逃生者修理发电机时，将会受到障目和疲劳状态的效果，停止修理后仍会持续一段时间；中，幽闭恐惧症，每当一台发电机修理完成时，周围的所有可翻越地点将会被封锁一段时间；右，电泳，当普通攻击使逃生者陷入濒死状态的时候，一定范围内的所有发电机将会立刻爆炸，并且倒退额外的进度，有冷却时间。来了来了，先去放个传送门。这个小凤敏还没睡醒啊。好像跟丢人了。哎呀，不懂就问这个托马斯是在上厕所吗？特帮忙扛了一下，哎呀，烦！吃我飞扑！哎呀，这下跑不掉了吧？再放个传送门在这里。邪恶的李允之，你想干嘛？这板子都快被你玩光了。被我抓了。脱缰野马，谁敢抱你？
又是李允真。挑软柿子捏，哎呀，这路痴属性真的是。照太早了。小蘑菇真能躲，哎呀，太远了。哎呀，这李允真真的是服了。还想卡我位。吃我一飞扑，欢迎凯特来洗头。钻个洞，这蜂蜜在这。被救了。不急，等十步我带过了先。
欢迎凤敏来洗头。非静止画面，直接偷铁。还想炖蘑菇呢。马斯被卡住了，让他走。人呢？哦，这里。两个人都在这呢。来给雷允正免费洗个头。